人家见来见多些嘢，相当多爱亲下去、爱顾下去嘅动作，做起来都一丝啲。就算年菜加条冬小港中，也还是做得妥顺风，可以无限啲嘅出出入入，甚至有人还爱坐轮椅。古所沙奇就提出嚟，唔是亲下去嘅出现嘅想法，后边也条老人家做嚟再过来感受到种菜嘅情意。佮种出来嘅青菜，每本家都有三几多嘅人，穷穿穷下食。记者涂志林同林建友嘅报道。你要下几几层，唔会伤心啦。嘿，你要冇下几号，叫做冇冻难过，会伤心。冻家是伤心啦。冻普通，未冻有质地嘅一地方。从日头下流连的早顿，齐齐的青菜，也是黑金米冬煮的偏冬菜色咯。哦，你按落热的菜，哈、哦，青糯糯，炒姜麻丝，青好些咯。这味道，你晒起，老人家的健康，还买爱你自家咪老，因为会用那些东西啊，所以人家想，你自家会种有个生产，你健康安安全的菜来，分老人家些，还买爱你自家有咪多些。摘好了再整了，哎呀，摘出来。在新竹县新埔镇的内地山区，现在东都后生人都出中去做事业，留在福建的单单是年纪较大的长辈，当年人口就徛在五股一股客家，是一个高龄山区。味道丰富也都当人家，乡亲同活动中心改操作关怀基点，当礼拜二拜师举办乡村活动。记得喊出来来。参加团体活动，他心情会开朗；然后参加这个延缓老化和失能活动呢，身体会动，会动脑筋，会动身体，他的四肢就不会僵硬。天龙人为老人痴呆症，对于健康又动态帮忙。丢出四顶头，大家合作，共同地嘅托嘅下增值种落嘅青菜，大早六点就开始磨很多动作头。味道味就系本山区嘅老人家做得食到少落到嘅一寸。可能平日看起来吃到冻辛苦，不过啲丫头自贡嘅面孔，煞表现出冻幸福嘅感觉。冻快乐啦，冻好啦，冻好哦！他这个咧，很多朋友哦，用来聊天哦，用来开玩笑，佮条吼，我就真好，真快乐啦。打发时间嘛，冻快乐啊，全部连眼睛呐，当真啦，都不可能无聊啊。在那喝煮菜、喝泡菜，不是比较好过吗？日子啊，人身体要健康。立春阿时，同早晨摘摘咗落嘅青菜，用热锅盖地度煮。一出菜完成过后，就准备爱拌种偏东西。加到今日是系准备嘅163嘅份。冬至十一点半结束，沙溪居民都冻起来，排列的两番地位。街道五里片外出的老人家，每晚有零食，天数送餐。大家这样子相聚在一起啊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快乐，而且大家就比较不会老化哈，不会老化，所以。希望这个疫情哈、赶快结束哈、我们再来恢复以前那样子。搭礼拜我就要来，唔是冇来，我唔是冇来，唱歌我妈要唱啦，神气啦，太好教啦。行业一个初见地图，按照的看到上到东站的番薯叶，不过唔过唔可能无发现，一个初见唔是青下去，也系古下去，就扎个多菜。我哋看到另外一片，一个手上系坐轮椅嘅老人家，未做得来轻捏，一个种菜嘅神迹，也系沙溪职工特别打造嘅特色初见。一条都倒了，俺就落来，树嘟嘟好，俺就转就脚滚完卡硬，也都落来转，俺摘菜嘛做得。吃过来嘛做得，吃过来几个半年啦，哎呀好什么染到啊！可是人家菜上来晒几多，就本容易个润痛。并没讲好，我一天按怎按做，是讲比润痛多啊，我又痛又扎菜安样。啤酒盐地都三十万斤的菜盐，
我被用水管同塑料围感染，高七十公分，损伤60度车，家头没骨头为耐用心，那片发叶出现来往太久走得的非常的离片。就让坐轮椅的人呢，也因为坐了坐在那软痛，一些坐在软痛痛用头脑，还去发现，它有没有功能？啊，这身体要听到没恶化安排哈，所以有没有疗愈的场所呀？我应该有成就感，他就觉得他有用处，又用啊，莫讲哎，我老嘞莫好嘞样。其实我应该没讲莫好，莫本于机会出来发展。下礼拜莫嘞，你骨头比上过。这么骨头不比上过。今年五月的疫情爆发，沙溪千平乡村，不过采用地道的种菜，还是继续提种，比到唔打松脱，加到上岸一个好方法，同好东西分享分行个同念。长子不能供应在关怀据点，就供应社区里面有需要人来买嘛，所以刚好子我们就想到摘的菜。我们利用一个礼拜，隔天呢就在前面的西福厅那边来展售。我们会在前一天，前一天啊，先供本来小组又买菜啊，都来买一斤几千，还记得是不是登记？菜园做得有今年按月的规模，李志忠董胜梦提出几条五十千体育农体。我看到俺年年俺一天一天的进步，我看到非常的满意。所以讲俺本身。提出来讲哦，看到有安个，再讲本社会来讲有安利用，我咪感觉到千分余。对乡村多种菜，唔到第一，大家咪培养出来同好嘅感情。增加了社区大家民众的向心，对社区的向心力，啊，大家看到都这个，大家都好像是好朋友一样，看到都很会问安问早啦。今日又买活动，再讲又当到志工，啊，又到填帮填小嘅地方。大家怎么出来呢？这个就是凝聚力啊！给人看到就是，本大家啊，乐园看到哦，那里很团结，动合作安样，那个就是看到的凝聚力，而且很明显的发现出来的凝聚力，这个就是我们的，也是我们的骄傲了，也是社区的骄傲。第一群平均年龄60岁职工的带领下，新埔内立沙溪有位莫强强的勇气，参加改变的沙溪对固定沙溪的印象。大鹏乡村乡好也得发通，按内三期六年加经一例，每组的高度行个成绩，行个精彩。